地了。神圣战团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神秘的神奇宝贝。你看一个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那就有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天姐，这就是。太丑，这里按下按，在这里。上吧。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伊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，像这局就可以把它结束掉，把它打死次都跑掉。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凝聚战斗条来提升攻击力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要不要挂掉了？第二回合，有没有普攻？旋转转盘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哦，十一只哎！捕获机会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打挂！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！好强哦！超捕获机会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究极技能，攻击完，攻击完，大头，啊，这是他的力量，哈哈，他都很强势的，没有人敢出现了，黑龙抬棺，黑龙抬棺。杀掉，捕获机会。前面都给我打死，都给我跑掉。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。上次选第三圈跟第五圈，我这次选第六圈好了。那个跑都会跑掉，怪。按下球台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又跑。上次第三圈跟第五圈都给我不见，但是第六圈也给我不见，很扯哎。
他打死都会跑。恭喜，也是一人玩的。我可以再玩一局。选择想在游戏中捕获。开始 Pokémon 吹打吧，人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奈尔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Journey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Shoot him！派出神奇宝贝，是按下按钮的步骤。上吧。战斗开始，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伊格尔德的形态改变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示人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都想有。第二回合，都想有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超进化机会，将 Pokémon 的荧光从正上方降下来，快掉了。再拿一张给你。不用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量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是啊，是辅助攻击。辅助攻击。超级过击队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。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是超级球，恭喜！
哎、欸，等等等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开始 Pokémon 吹打。人正正常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Shoot him, Julia。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这好像是。嗯。你现在有钱，你猜到没有？在哪？我也不猜。那上吧。战斗开始。哇！我看他打的第一回合。好吧。超人的斗争本能。哎，不要不要压到那个超进化，我会少一个绝招。科尔德的形态怎么样？好，一加九。少一个绝招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人好，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旋转转盘，超进化机会，将 Pokémon Mega Ray 的光从正上方照下来，成功，超进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人好，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要开始终极技能。吹吹打的力量已解放了，尼尔塔尔出现了。这是个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下是超级球，真假的，这是成功捕获究极级别的神奇宝贝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哪里是假的？
虽然有看看交换，看好，交换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 Jetta 吧，下次再来哦。